大家加快速度，准点开始啊！这个以后我们的共学营呢，就会延续这个好习惯，就是我们的到点就开始，所以大家呢，这个不要拖拖拉拉的上来啊！非常高兴，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周一的晚上。那我们这个星期呢，迎来了一个特别的专场，叫做投资创业专场。今天呢，实际上呢，是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呢，和投资和创业都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叫做自我提升的专场。今天我们请到了叫做江湖人称这个叫做品牌一哥，我们的超哥。那超哥呢，大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超哥的个人品牌或者企业品牌的讲座啊，但今天晚上超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晚上。叫做什么呢？给大伙儿来讲一下，叫做一个公式解锁选择，就是怎样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大伙儿都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比天赋更重要。OK，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努力最大化？否则话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一切都是背道而驰。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请到了超哥。那超哥呢，曾经在哪里做过讲座呢？就是大伙儿都知道 TED 啊，大家知道中国人能够走到 TED 的演讲台上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超哥就是呢，唯一的我知道在多伦多啊，这个上过 TED 演讲，而且他讲座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怎样做出你正确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首先举一下手啊，对我们已经进到直播间的超哥表示一下欢迎，表示一下非常的这个向往今天晚上的讲座。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超哥讲选择是我听过讲选择讲得最好的一个人，所以大伙儿打开胸怀，关闭手机，现在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好的，那我们呢，这个同样啊，这个我们这个星期的共学营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星期的共学营是五场啊，所以小伙伴们很过瘾。那我们呢是除了星期五的晚上没有共学营，我们这个周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六，一共是有呢五个晚上的共学营。今晚是超哥来给我们讲选择，超哥是纯粹公益分享。那我们星期二的晚上呢，将是我们的浩哥刘老师讲投资。那这次讲投资是什么呢？大伙儿都知道，每一次我们的这个叫做投资男神刘老师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人数都是接近400人。为什么呢？他一定会点评当下，一定会给大伙带来呢最新的这个北美投资的讯息。那这次啊，同样大伙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叫股票停滞不前，处在一种观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以前从来没讲过的，什么是正确的交易时机？我们怎么样用正确的交易时机能够让我们继续盈利？所以明天晚上8点钟，亲爱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投资讲座。那我们周三晚上是谁呢？我们这个星期真的是叫大咖云集。我们这个星期呢，周三晚上请到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内容视频制作总监，我们的 David 齐老师。那 David 会给大伙儿讲什么呢？会来告诉大家如何只用一台手机就可以打造网红，如何只用一台手机就可以做出火遍全网的短视频。校长都要听，校长最近在做视频号，然后呢，每次发出去呢，都发现没有什么人看，校长呢都落落寡欢，然后呢，后来发现你得有点水平，其实不是多难，一台手机就可以呢，这个做得漂漂亮亮的，加上这个背音乐，加上这个横幅啊，加上字体啊等等，所以这个星期六啊，这个星期三的晚上，David 齐老师的讲座，大伙一定不要错过。那我们星期四晚上是另外一位大咖，新浪的这个叫做营销总监，新浪女神，那我们的 Jenny 老师啊，不止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有这种非凡的技能。他是呢，会给大伙儿把一个网络内容营销的小白秒变达人。所以这个星期四晚上，将是我们的 Jenny 老师啊，讲网络内容营销。那我们的星期六的晚上，将是呢这个被学员誉为史诗级的投资讲座。我们的 Bill 叶老师，叶老师是作为28年的投资大咖，将第一次给大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投资家是可以被打造出来的。大伙都知道啊，这个书本上学不到，然后呢，你在任何地方都学不到。但是叶老师呢，他呢找出来的所有能赚钱的叫做投资家，投资家的他的共性是什么？来教给大家。所以跟着叶老师呢，不只是得到了物质，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富有。因为呢，我们只有成为投资家之后，我们才有那股底气来应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来应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我希望这个星期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六的晚上都可以见到大家。好，
那这是我们最近共学营的一个安排，给大伙儿来统一交代一下。那另外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呢已经迎来了我们共学营的第111期了。然后从3月23号，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呢带来了一个公益的年轻的品牌，就是线上共学营。那在过去的100多期的讲座，无论是职场讲座，无论是投资讲座，无论是创业讲座，到哪里去找呢？大家会看到我们屏幕的这个右边，然后呢，我们有上下两个二维码，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YouTube 账号。大伙儿呢可以输入 YouTube 账号"北美高端职业教育"，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往的视录屏录像的这个我们的视频的这个录播，大伙儿都可以看一下。最后小小的告诉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11月30号。11月30号是2020年的今年的啊，这个会有一场特别的讲座，大家可以呢加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的亮亮小助手的二维码，他是我们的共学营的负责人。那我们这场讲座是什么呢？是校长本人来讲，校长多年呢都是做绿叶，然后呢共学营来了之后呢，我要感谢今天晚上主讲人超哥，超哥呢共学营概念是他提出来的，同样呢他也是告诉我说第一次提出来，校长你要打造个人 IP，我从来没有想到，因为我一直把自己作为一个校长，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啊。我一直认为我存在的价值是为各位名师充当绿叶，把各位名师给烘托出来。超哥第一个人告诉我说："不对的，校长，你要有你自己独立的 IP，这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领头羊的一个 IP。"所以呢，我自己第一次走进直播间就是3月23号周一的晚上8点钟，我讲了一场创业。哎呦，没有想到讲的那么棒，然后呢，讲的这个激情澎湃，因为那是我的激情。我做了21年的维多利亚教育集团，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创业家。然后呢，那第二场讲座就是3月30号周一的晚上，8点钟，我讲了一场职业规划。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专业啊，我做了21年的学校教育嘛，职场教育。然后呢，第3场讲座，没有想到最受欢迎，就是呢，在4月份的时候讲了一场我如何为明天的世界准备伟大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呢是讲作为一个藤校妈妈分享啊，这个讲了述了一下我女儿的成长经历啊，怎样让孩子上哈佛啊，等等等等。没有想到受欢迎是最热烈的，所以呢我酝酿了很久，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1月30号会给大伙呢再次，因为这个没有录播，再次讲一下为明天的世界准备伟大的孩子，希望大伙有时间都可以听一下。共学共进，拥抱未来，所以希望呢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在疫情期间带领大家看得见远方，带领大家呢华丽转身，利用这段时间呢更好的向最好的别人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好的，那我下面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超哥，超哥已经进入直播间了啊，我刚才已经看到了超哥的帅哥，这个帅脸帅闪了一下。刚才已经跟大伙讲到，今天晚上超哥呢他给大伙讲了一个主题叫选择，但实际上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人要有多牛才能够做到5家上市公司的公关总监。我们的超哥真正的本营业务是做什么呢？他是做公关总监，他是打造企业品牌以及个人品牌的这样一位专业人士。超哥呢先后就职于 Uber、 亚马逊、戴尔、百事可乐以及呢这个奥美，然后5家上市公司他都是作为公关总监，然后呢这个出现。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超哥呢他在过去的在中国的这个23年的公关的生涯当中，他自己积累了丰富的资源。我非常感谢超哥呢和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合作，我们呢打造出第一期的企业品牌，第一期的个人品牌。超哥不遗余力的帮助我们企业品牌和个人品牌的学员，一方面实实在在的打造他们的品牌，另外一方面帮助他来对接国内外的资源。所以超哥真的是一位特别特别棒的，值得去学习，值得去拥有的一位良师益友。那另外一点呢，这个超哥呢他也为很多很多组织啊，包括一些呢这个非常著名的商业机构，包括非常著名的女性组织啊，讲了一些讲座。那其中最有名气的讲座就是今天晚上讲座，就是一个公式解锁选择。同样呢，超哥来到多伦多加拿大以后呢，他呢是在去年的这个2月份上过呢 TED 这个演讲。大伙都知道能够上 TED 演讲真的是我们华人的骄傲。那超哥同样做的讲座的主题也是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用一个公式帮助我们来做出我们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所以呢，在我的再三邀请下，超哥呢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堂课，就是一个公式解锁选择。亲爱的小伙伴们，让大伙进入到一种热情的状态，因为呢能够对于选择，不是这种随机的，不是这种呢毫无目的的，能够对这方面加以关注的小伙伴们，一定是内心深处对自己有追求的人。
那这个时刻，我来告诉大家，您能听到有关选择的最精彩的演讲嘉宾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亲爱的小伙伴们，拿出激情来啊！用我们最热烈的激情欢迎一下我们的超哥，大家热烈的举手，欢迎超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谢谢。这场讲座我也向往已久，所以我跟大伙沾个光，我也可以听一下。谢谢超哥。非常感谢校长的这个热情洋溢的、一如既往的热情洋溢的介绍。大家好，我是高超，超哥啊，他们都管我叫超哥。20年的品牌公关老司机，我是在咱们维多利亚的这个平台上讲的最多的还是品牌。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个选择这个话题带到了维多利亚，然后带给我们的小伙伴。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仍然是晴朗的、稍微闷闷热的这样的一个下午和傍晚，仍然选择来听超哥的课，这个就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非常感谢大家能花时间哈。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跟维多利亚以前讲的话题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各位可能对我们人生产生重大改变的一个话题。可能你们讲的所有跟求职啊、跟创业呀、跟投资啊等等等等相关的部分，其实我说的比较直白一点，都逃不出我的这个主题，就是选择。换句话说，可能今天我给大家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让你可能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可能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但是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经历啊，对我们整个的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选择。那么我把我的 PPT 共享一下哈，然后我来开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你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做出选择呢？大家给我互动一下哈，就是我再问一下，就是你们在人生中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话题和问题，你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凭什么做出的选择？来，我们互动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人理我，有没有人理我？这个是优先级，好啊，Jonathan 说是一个优先级来做出选择，Sunny 说凭借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哎，JW 说收集信息非常非常好。哦，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有时候凭感觉。对的，其实周明说，其实凭感觉还是比较多的。哪个周明啊？是我美国的同学吗？啊，是还是重名的？加拿大的周明，你好你好，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发小也是叫周明。好的，那么呢，其实我在考，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在于，你大家会不会同意？其实选择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生活中重要但不紧急需要思考的问题。大家知道在，我们在做优先级，刚才我们哪位刚才讲到的优先级哈，我们 Jonathan 说是优先级。我们在画优先级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象限就是我们叫一个叫重要，一个叫紧急。那么画了四个象限，有叫既重要又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既不重要也不紧急。大家听过这个四个象限对不对？你会发现哈。考虑思考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好像不是很紧急的事儿。所以今天各位，你们拿出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预估呢会是在9点半左右完成我的分享。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就只一件事情，只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说，选择每个人的选择应该有一个底层逻辑，每个人的选择应该有一个底层逻辑。所以我们讲说，我自己给大家讲的非常具体，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是基于一个公式，这个够具体了吧？换句话说，听完我的专想选呃这个 PPT 以后，听完我的分享以后，可能你会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是：哎，今天超哥给我讲了一个部分，那我自己未来做出所有人生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底层逻辑，或者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公式的东西？好，大家觉得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觉得我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这个如果非常愿意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听下去的话，来给我打个一，然后来给我一个鼓励啊！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谢谢，我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大家会感觉到我分享的这一个小时应该感觉非常的快，中间应该是没有尿点。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内容，我们说一个公式
帮你解锁人生的所有选择。这句话听起来很吹牛逼，但是我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我的人生信条了。因为帮你夺回这个选择权，可能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生活的主动权。好，我们先说选择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我来给你一些数据来告诉你说，实际上这个选择这个话题啊，大家必须得考虑。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哈，有没有人知道你一生中大概会做出多少次选择？你们猜你们做的选择，比如说小到我今天去菜市场吃饭，哦，去餐厅吃饭，或者说我今天早上，大家知道很多女生早上做选择特别的难，因为现在还好，因为你不用出门了，对吧？你就在家里面。但是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因为很多很多的这个女生告诉我说，这个其实最早早上你们大概花多长时间来决定自己今天穿什么衣服，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有一个调查表明哈，人每天大概每隔十分钟左右就要做出一个选择。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海报，你看到今天我要做分享，你当时就在做一个选择。哎，你说我今天是去遛弯呢，我今天还是去出去玩呢，我还是今天把这个饭慢慢吃的呢，还是我要今天听超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算下来每天啊，在你不经意之间，每个人大概一天会做出80多次选择。你猜吧，除了这个我们指的在你醒的时候啊，那么人一生中啊，从6岁到60岁啊，我们算的一个大概期，一生中大概要做100万次选择。而真正能称之为，当然很多大部分情况其实也没有什么那么重要，对吧？你比如说今天你是吃牛排还是吃羊排，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但是真正称之为关键选择或者人生的重大机会的，在整个的100万次里面不到1/1000。而大部分人会浪费掉其中的90%。换句话说，最后能剩下的真正称为改变你人生轨迹的，其实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大概有100次左右。那么真正能把握好这100次机会的人，其实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大部分人你会发现，其实做选择的时候，刚才讲了，每个人基于做选择的逻辑都不一样。很多人可能为了买一件衣服犹豫不决，很多人可能在餐厅点菜琢磨不定。但是你看这一人生里面很重要的，这两天刚刚结束中国的高考，对吧？那么大学选什么专业，进什么样的学校，读研还是马上工作，跳槽还是留下，创业还是就业，在哪里买房子，甚至要不要孩子，移不移民。你会发现其实人的一辈子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关键节点，人是需要做重大选择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子，我回顾了一下我之前的选择，我发现反而是越大的选择，越重大的选择，往往特别草率。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不知道这个，当然不代表所有人哈，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这个啊有没有认同我这一点呢？你们可以举个手或者打个一或者说 yes 哈。这个我自己买第一次房子的时候，说实话特别偶然，就是我知道我自己要买房子，但坚决就是犹豫不决。但是最后我就是好像有一次陪我老婆去逛街，好像是吃饭还是在哪儿，吃完饭溜达往回走，说哎别打车了，还是这个别开车了，就溜达溜达吧，就在那饭馆周围溜达溜达到一半，然后看到一个地方有开盘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特别不可思议，就把我第一套房子给买了。移民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的，我说实话我移民并没有真经过深思熟虑。很多人问我说，超哥你为什么移民？那么当然我之前做了一个准备，但是后来就把它给忘了。但是真正那个通知下来的时候，我们做出移民的决定非常的快。所以实话讲哈，就是说人反而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其实是反而很随性的。确实是这样，你看哇好多人都同意哈，哎呀你看我以为我不孤单哈，我以为我是唯一的一个人呢，就让人好多好多人都同意，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说，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情况下在潜意识，你就所谓的那种 follow your heart， 其实你不是真正自己做主动选择。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哈，各位你们觉得好像是你们自己在做选择，我告诉你不是。你听听我这个逻辑对不对？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在潜意识里面，你的父母的经验、前辈的指点、亲友的良言在告诉你内心的声音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好像觉得是你自己在做决策，你自己做了一个判断。我告诉你，从潜意识来讲，你在受别人的影响，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什么？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你积累的这些信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别人的意见。但是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是你本能做出来的，我告诉你，其实不是。啊，这个有大量的心理的课程，我们到时候再有机会我们再探讨哈。我琢磨这件事情，我发现有好多的底层逻辑是。人的本能其实它不是你自己在做主动选择。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只有在真正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会做自己的主动选择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很多人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不能主动发现自己想要什么，真正想要什么，有没有感同身受的？我再说一遍哈，哇，Jonathan 的这个感受很强烈哈，这个所以这个广告啊，眼球很重要是吧？你看你读这个大学的时候，这高中了啊，就很草率是吧？只关心升学率，跟他的业绩对，没错，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在被外部的一些东西推动。那么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哎，我好像没有做选择的权利，或者说我不会做选择？这话说的可能有点难听，或者有点扎心，但是各位，你们仔细想想，也就是大部分情况下，你们可能知道不要什么，但是其实并没有拥有一种主动选择或者会选择的能力和技能和专业。选择这件事情是个技术活，所以你会发现，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获得一种选择的逻辑，才能真正帮你去夺回你自己对于生活、对于自己整个的这个事业各方面来讲的选择权，这个主动权，而才能真正意味着为自己负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女生啊，这个不是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哈，但有些女生就跟我讲，就聊天哈，说为什么我老碰着渣男呢？我自己是不是有渣男体质？拜托，这件事情当然对方渣是另外一方面，但坦率来讲，说对方渣之前，我没有对替渣男开脱做罪责，但是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你做了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对你？有些人对自己的公司、对自己老板不满，但是你在抱怨之前，你务必想一下，为什么允许自己还在这样的平台上、在这样的公司上、在这样团队、在这个老板手下去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夺回选择权，才会真正意义上去过上不逃避的生活，所以内心的愤怒和不满就不会四处的投射。而看到很多不足，是从内因找去找原因，内部找原因。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有了改变这些不足的信心。所以，任何一个没有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人，应该主动的去选择自己的管理权，不要把选择权被动的交给别人，要学会做选择。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睿智的人，建议大家多关注啊，他所做出的行为和选择。他曾经写过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选择比天赋更重要。”他同时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善良比聪明更重要，因为善良是选择，而聪明是天赋。”所以，选择比天赋更重要。选择善良可能比天赋异禀来的更为重要。这是贝索斯其实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我是个人非常的认同啊。那么，我们推出今天我给大家我自己的一个底层逻辑。今天我不会，因为这个内容非常的多，我今天这一个小时肯定讲不完。我只是给大家抽出来了其中这里面的几个概念或者几个思维方式，帮助大家去理解和我们共同探讨。但是有机会呢，我再把这个公式整体的给大家展开。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我的答案是告诉你说，我人生选择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这个逻辑呢，我把它提炼成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这么写的：i 字母 i，然后乘上 t，然后呢 p 次方。这个因为我没法写那个次方哈，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标，反正我就写成那个 p 次方，加上148的 v 次方。我后面会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分别代表什么。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公式呢，很遗憾，这个公式算不出任何的数啊，它不是一个计算公式，它是一个逻辑公式。来说明这几个因素在我的选择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共呢大概是四个字母代表四个核心因素，当然148V 是一个因素。好了，我们再往下，我只是给大家讲说，这就是我给大家呈现的。我说我超哥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会重点去关注这几个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我自己做出选择的一个逻辑了。刚才校长也简单介绍过我的背景，而且听过我个人品牌课的。今天在线上的有没有我自己品牌课的这个小伙伴啊？有没有学生和粉丝啊？来给超哥打个 call 啊！知道这个我有后援团、应援团在线上哈，是不是？我得看看我应援团有多强哈，必须有 S。好了，
那么我来讲讲自己的简单的经历介绍，这块会非常快，因为了解我的小伙伴们大概知道我的经历。我在中国一职20年，一直做的是职场的这样的一个职高500强的职业经理人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在中国一直是品牌公关这个领域做了差不多20年。最早的时候呢，是在美国最大的公关品牌的集团叫做奥美，当时最早的清华同方，后来奥美，然后我是诺基亚，在诺基亚鼎盛时期在中国负责诺基亚的公关，后来成为了亚马逊中国的第一任的公关总监。当然后来呢去了百事大中华区中国公关总监，戴尔大中华区公关总监，然后后来成了优步 Uber 在中国的首任的公关总监。这是我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职场发展的过程。在我那个年代呢，我几乎就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一直活在一个500强企业，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知道怎么去规划，知道怎么去成长，一个一个跳槽，一个去平房。我觉得基本上到了我应该从诺基亚以后啊，大概在25、26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自己求职找过经历了，找过工作了，基本上是猎头，永远是猎头来找我啊，然后我来选择去哪个公司。所以我一直好像是别人在选择公司，被公司选的时候，基本上我在很早的时候在职场里面就已经开始主动选择公司了啊。然后呢，那大家知道这个，我甚至跳槽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上到，这很多人知道，说我上过《天天向上》，对吧？《天天向上》知道这个，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那这个汪涵大哥，你看给我打的标签就是当时我是在10年以前啊，正好10年以前的这个时候去了这个《天天向上》上节目，然后呢就给了一个叫做“跳槽王”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啊。但是，我其实讲了这么一个背景，我并不是想讲我多牛。当然张大夫夸我说啊，很牛很牛，谢谢谢谢。但是我告诉你哈，我自己真的不觉得。我今天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说我给大家念一下我自己的朋友圈哈。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反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其实职场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哈，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说其实迭代的关键，或者一个人成长的关键在于什么？不仅知道如何努力追求成功，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正确的失败。什么叫正确的失败？到时候我给大家讲。但是成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就只有几个。所以呢，理解幸存者偏差，关注底层逻辑，这是我今天这个写这个分享的朋友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我自己的职场到了这个一步哈，其实反而我会看我职场里面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我告诉你，如果有一个让我重新来，大家看过这个《大话西游》哈，《大话西游》里面曾经有一句话非常经典的台词，他说：“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你’。如果一定要在这个机会上，在这个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对吧？这个感动了很多很多女生。那我套用这个套路哈，我说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希望回到10年以前，对着那个机会说 ‘yes’。”我到时候会给大家讲出现了发生了什么事儿。换句话说，在我这样的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履历之上，我其实觉得我的职场本身我做出了重大的选择错误。好，我同样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们互动一下。如果有一个重来的机会，请问你愿意回到什么时候？如果有一个重来的机会啊，三弟，这已经开始求微信号了。好，待会儿拉小伙伴们拉你入群哈。听完我讲啊，千万坚持到听完我讲啊，来跟我互动一下啊。如果上天给你一次重来机会，因为这个世界有后悔药，有时光宝盒，你要回到什么时候重新做出你的一个什么选择？啊，你们可以互动一下哈，然后你们买彩票之前，张大森优秀啊，你确实优秀，买彩票之前，啊，重新一个发财的机会哈。好了，为什么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现哈，人生这一次一次选择，哎呀，你们知道这个时间这件事情，刚才我说了，有时候选择就在一刹那。我这两天心情比较低落，原因是我前两天刚出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车祸。真的在那一个瞬间啊，我做出了一秒钟的一个路的选择，结果导致了产生了非常大的严重的后果。所以今天差点没给大家讲成这个分享。我当时脑海里面真的那个真的是一刹那的做出的一个选择，我到底是应该拐还是不拐，我应该左拐还是右拐的那个瞬间。然后
发生了一个就是挺严重的车祸。我自己本人没事儿哈，这个谢谢大家关注。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挺有点沮丧啊。说实话，人的有时候这一生里面，其实有一些瞬间啊，能够改变很多东西。那么我们讲说，弹指一挥间、瞬间和刹那这种事情，它都是佛教用语。我不知道这个各位有没有研究哈，专门查了一下，有一句话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在大家讲的弹指、瞬间和刹那，分别都来自东晋的佛经，叫做《摩诃僧底律》卷十七记载的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个时间在佛经里，在佛的世界里面，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一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30须臾。这么换算下来哈，一个弹指是 7.2 秒，一个瞬间是 0.36 秒，而一刹那是 0.018 秒。所以这个我们不是在卖弄这个知识哈，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大家这个三弟说可能会在大学时就买房子哈，对，所以要买好车，是啊，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哎呀，反正这个就不说了哈。这个，所以我讲就说，有时候人的这个人的很多的这个选择呀，一个念头啊，有时候是改变，可能改变你一生。换句话说，一秒可能就是对你人生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以那一念本身，大家要我自己的反思哈，就是我觉得，因为最近其实好多事儿，我也有我自己在复盘。我觉得一定不要心存侥幸，这是我最近在这个几次我自己这个，我有时候还是有侥幸心理哈。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我不会去，我一定会把握自己。有时候有一个念头，对这个念头的部分呢，有时候只要一侥幸，我出错的概率特别的高。所以这件事情是啊，但是扯远了哈。那么我当时呢，这个为什么我说要回到这个十年以前呢？十年以前对我来讲是什么时期呢？是这样子的，十年以前呢，我正好从亚马逊出来了。我是亚马逊中，刚才我说了，我是亚马逊中国的第一任的公关总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当时因为有些原因呢，这个包括这个在中国的发展，因为十年以前中国电商还没有那么发达，我很多觉得很多的抱负啊，很多的思维啊，志向啊，就没有得到舒展。后来呢，我就跟这个亚马逊中国的总裁王汉华先生博士去请辞，我就跟他有了一个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印象至深的一个对话。他当时跟我聊了半天，他说到底超，他说高超你想追求什么？我们就聊了很多东西，聊得很深。他说这样，他说呢，你如果不做亚马逊的公关，那么你可以其实可以考虑让你带一条亚马逊的产品线。我当时呢，真的就放弃掉这一点了。我按照一个传统的线性思维啊，就是，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探讨。就我觉得现在的思维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不去，我说我还要做我老本行，做公关。然后呢，我就跑到了这个，回到了我的舒适区。回到了我的舒适区，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要选择的是，我觉得，哎呀，我自己是做品牌公关的，我不想跟数字啊，跟这些这个销售啊打交道，我就回到我习惯的，我觉得我能擅长的东西去做。结果我就跑到又回到了传统企业，所以我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就回到了刚才大家看到了天天向上吧。我告诉你，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从天天向上的那个时间改掉我的选择。结果我从百事待了一年，我去戴尔待了五年，然后我到2015年的时候，我才开始创业，就是进了 Uber。我告诉你，从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啊，这六年间，10年到10、11、12、13、14、15、六年间，我告诉你，六年我错过了什么啊？我回过来错过了什么？我告诉你说，因为当时那时候为什么10年对我很重要呢？第一，10年。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然后10年的话呢，我觉得当时我要求稳，所有人都在跟我讲说，哎呀，互联网公司太累了，对吧？然后你马上就要孩子，然后呢，10年我这个，我正好因为有孩子，然后我又换了一套房子，所以当时所有的部分，所有的朋友啊，这些东西都规劝我说，哎呀，这一定要稳定啊，一定要这个踏实啊，这个一定要这个靠谱啊。你说互联网这块多风险多大呀？等等等等。我发现那时候我并没有自己做出主动的选择，我没有应用到我自己的底层逻辑，我突然被别人选择了。我没有真正主动去做这种选择权，我觉得好像是自己做出的选择，但我实际上是受到了大量的这个外部的环境的影响而做出了一个选择。
当然，我不是说我赖我的亲友，我觉得他们都是好意，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说，当你一旦回归到你的传统的思想，当你一旦开始惯性思维的时候，当你一旦不敢突破舒适圈的时候，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不用。换句话说，如果当然，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公式哈，我也没有参悟过。但我现在回过来想，就是没有有效的用到这个公式，没有有效的用到这个公式来构造我自己的决策。所以呢，2010年到2016年。你看错过了什么？我们看到我讲了一下，包括头条、美团点评、滴滴，包括微信啊、小米、天猫、拼多多。但最近大家应该看到吧，就是陆续这些公司都分别，美团刚刚过了万亿，对吧？拼多多已经，已经这个黄峥已经是中国第二大还是第三大富豪了，对吧？等等等等，你看到基本上中国移动互联的时代是在2010年到2016年这个阶段诞生的。那么简单来讲，我想想的什么概念，就是我回到了传统的行业，中国的传统的行业，我几乎错过了中国整个一代的移动互联时代，我把一个时代错过了。实话讲，而这种时代是很难很难得的。移动互联这个世界，中国的移动互联世界，大概这个基本上是从 PC 时代，从这个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这是第三代，一共大概过往的大概30多年，30年左右，基本上也就从88年开始吧，一直到现在目前2020年，这30年里面，大概10年一代啊，我基本上错过了这一个时代，损失惨重。所以我突然发现说，确实是我没有在用到这个公式或这个逻辑去管理和思考的时候，我就迷失在了一个选择里面。当然，我在2016年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不行，当时也有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你在，哎，量子计算，哎，特别好哈，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哎，你接会儿咱们可以探讨啊，张大森。但是回到说，我就说我突然发现不对，所以我当时在戴尔干得好好的，我几乎已经把戴尔所有东西全，所有人都说，哎呀，你怎么当时我们的戴尔中国总裁说你怎么会离职呢？我就不可思议啊，对吧？不，我当时就跳到了一个。那时候大家看起来，当然现在其实你看到也不是一个，这个最后结果结局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牛的公司，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争议，但是非常非常上升型，而且所有人都说不清楚这家公司怎么样的。这家公司叫做 Uber，啊，全球的独角兽。这个我当时负责 Uber 的这个，但是这张照片为什么照的有点这个感觉痴呆的状态哈、啊？那左边那个人比较帅，那个人就是 Uber 的创始人，叫做 Travis，我们管他叫 TK 啊。非常非常奇葩的一个人啊！这是我当时在这个美国西雅图来这个做那个峰会，那次峰会好多人去了哈。然后我跟他合了一张照，当时我负责他整个的公关。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哎，我看看啊，对。那么从 Uber 出来了以后，我就去了这个优客工厂，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联合办公企业，最近刚刚这个借壳上市，上了美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的哈？但是它这个行业本身也是跌宕起伏，它中对标的企业叫做 WeWork 啊，美国的 WeWork 这家公司。那我们是中国联优客工厂是中国联合办公和创业孵化的第一品牌，那么创始人是毛大庆，万科集团的高级副总裁，离开万科离开王石了以后，创立了这家公司，我是他的这个合伙人。那左边的那个佟大为是我们的天使投资人哈，所以还是佟大为比较帅哈。然后。那么由此呢，就完全开展了一个开的，就是启动了一个我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在很多的，就刚才校长讲的，就是我突然发现我不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了，不再是一个500强的高管了，那我开始变成了一个创业者的身份。那这时候呢，就打开了我整个创业人生，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我就在。很多国内的投资机构啊，创业的学院啊，包括红杉资本、青山资本啊、混沌呐、啊、黑马，我是做导师和包括百度啊，是这个导师和这个教练。然后同时在国内的一些高校里面做讲课，我自己是北大国发院的毕业生校友，同时我自己本身也是北大国发院的 MBA 的导师，然后同时也是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香港大学等等地方的这些导师啊。同时呢，在北大。还有包括大家知道这个北大光华、长江商学院、南开大学也来了这个加拿大以后，也在像多伦多大学啊、约克、滑铁卢大学等等去做这个主题演讲和分享。
那自己呢，本身也在这个国内的各个论坛呀、大会上啊，包括做主持人呐、包括参加活动啊，本身也在上各种各样的这个电视节目啊。刚才 Jonathan 也说可以当电视节目主持人了，都已经是吧？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同时也开设了很多关于创业和品牌的课程。但是你会发现，哎呀，这有时候人呐，就是真是有时候不能这个飘。那我自己开始了我的这个所谓人生第二曲线以后，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享受到了这个选择正确的一些红利和机会。那这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最后的这个，不管你在哪些方面好像取得了一些成就，或者是这个成绩吧，不一定说成就，但是呢，一旦你又脱离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思考的时候，又跟着感觉走的时候，没有主动选择的时候，又会出现重大损失。尼采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着你。就是有时候我刚才讲，就是在不知不觉，你当然，你当放弃掉了，你说没有沉淀，没有抓住这个逻辑，没有贯彻这个逻辑的时候，其实危险就在你面前。在做选择的时候，大家经常我讲一个概念，在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这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大家知道这个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鼻祖，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弗洛伊德以外。这个可能第二位应该就是这位了哈，非常非常牛的一位这个大师，他是瑞士的一位心理学家，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叫做荣格。他曾经提到过有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啊，这个他的这个理念呢，他有一个概念叫做集体无意识。什么叫集体无意识呢？就是说，群体中的个体其实往往呢会跟群体中大多数保持相同的轨迹，这个在动物界和生物界非常普遍。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动物呢有一个基本的本能，我们做人啦有一个基本的心理一个本能，动物性就是避险。这人的发展，这个人的进化的各种各样的状态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自动避险功能啊。大家举手哈，同意我的说法对吧？那么避险的其中一个部分就跟群体在一起，所以人呢更多的是一种群居动物对吧？那么他只要在跟大部分人一起和保持步调一致的时候，就觉得会比较安全。所以个体呢，从大家知道，在动物界里面有大量的，有没有听说过那种，很多的羊啊或者什么样的，包括马，甚至它们有集体跳崖，还有的鱼呢是集体搁浅，鲸，海豚，其实都非常聪明的生物了，但是它们会集体搁浅，对吧？然后鸟群有时候是集体撞树啊什么的就会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生物界有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有听过的吗？有听过的哈。哎，有举手，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因为刚才我说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啊，是个体从来不思考，因为这种行为规矩是对还是错的。因为呢，这个人们更擅长或者是更倾向于做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动作和选择，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保证自己足够安全。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种集体跳崖、集体自杀的这种状态下哈，你包括像这个投资啊什么的，其实都是这种状态，对不对？就是，所谓大家说为什么老把自己开玩笑当成韭菜的，其实就是跟从，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出错，就会产生我们叫做系统性风险。那换句话说，当你放弃主动选择，当你放弃主动管理的时候，你一旦跟从，我们讲说这个 follow your heart 啊，就很多人讲做选择是 follow your heart，从心，从心这二字哈，上面一个从，下面一个心。是怎么念啊？怂啊 所以 follow your heart 有时候是认怂啊。所以我告诉你，我有怂的地方，或者我有特别重大的部分。我很多的朋友是知道我不怕暴露自己的这个缺陷哈。因为你会发现，好像在别人很光鲜、很亮丽的超哥哈，其实你看我这人生中一次一次的做出重大的失误的选择。那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你看我刚才第一，这个我的职场我觉得是有缺憾的。第二个，我告诉你。我在投资上也是有失败的。2017年，我在刚移民，这个刚移民之前嘛，就移民的这个时间，前后时间，大家知道2017年投资里面重大的是什么？暴雷，对吧？P2P 暴雷。好了，我告诉你，我 P2P 也暴雷了。我不知道你们本人或者是 P2P，或者是这个你们周围人有没有 P2P 暴雷的。啊，这个该识时务者为俊，对，该认怂就认怂，但怂得也有这个逻辑哈。你们这个，
这个啊，不是海外买家税啊，那都是小事情。那个说白了，你海外买家税，你至少还有房子啊。我是 P2P 暴雷，我 P2P 暴雷的金额是，大概几百万人民币吧。就说实话，我自己就是个打工的，也没有。刚才你看，我也自己就是个职场职业经理人，我也不是投资，我也没有财务自由。我告诉你啊，这个对我现金流冲击太大了，这一次。但上次之前有人这个国内有些朋友说，你这个说我这个报的还是少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啊，Honor 也报了是吧？损失几百万的很多。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讲了，其实失败和挫折人生都有。我没有，我当然我第一我没有在这卖惨。第二个呢，我觉得我需要思考的。换句话说，我跟你们一样，甚至说白了，我可能也就是可能还不如你们，对吧？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人要有思考。就我刚才就是怎么样去正确的失败，你不能一次一次的，趟在这个坑里面。我觉得这么大的教训和选择，一定要值得停下来总结一下。所以，我讲的为什么就这个 P2P，我告诉你一样，因为那时候呢，我不懂底层逻辑。其实我如果现在大家知道，你查一个词哈，但我不念，我就不解释了。里面有一个，如果我告诉你说我自己知道一些底层逻辑或者一些投资的原理的话，大家知道在投资里面有一个叫这个所谓叫反脆弱哈，反脆弱里面有一个能力叫做一个原理叫做杠铃原则。我问个问题哈，就是你们有估计有搞投资的专家哈，你们可以，当然咱们维多利亚有这种课，在这个大的风险和我不是说投资最大化的这种状态下哈，我只是讲就是说，如果在一个你知道明知有这种不确定性和你看像现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叫做黑天鹅事件的一个背景下，怎么去做自己的组合投资呢？如果有一个理财产品是或者说一个投资方向，回报率是5%，还有一个呢产品的15%，还有一个产品呢是50%以上，如果你有100万加币，请问你如何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分配的比例，能够做到规避这个投资最大化，同时风险最小化的一个配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对这个是有研究的哈？我没有这个正确答案。对，没错，Jonathan，我看到别人都投了，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投吧，我们都投。我告诉你，我就是中了这个，又中了一个。从众心理又纵了一个集体无意识，我自己真的不懂投资，我也不太会，我当时也没有学这个投资的东西，然后听从了别人的意见，然后选了一个最错误的，all in 了15%的这一档，暴雷，所以我们讲就说，我的人生一次一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啊，我今天其实真给大家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就是我自己惨痛的教训告诉我说，其实不，有时候不是那种直觉。不是你的随心，不是你的听从别人的意见，能够给你带来最好的选择，能够给你带来最抗风险的能力，而你真正要构造一个去帮助你自己。对，很多成功的人都是不从众的，没错。所以他不从众，但是他不从众是逆向操作吗？不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底层的逻辑和道理的啊，这个。这个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再讲，所以这里面会给大家讲一个，有时候呢，我先讲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生一定要去非常清楚和清晰的清醒的去分开一个平台和趋势给予你的力量和你自己的实力，这两件事情是不可混而谈的，这个混为一谈的。中国最大的一个投资机构叫做经纬创投，如果有听说过的哈，经纬的这个创始人叫张颖啊，张颖呢，他曾经在去年分享过这个一段话，他的朋友圈，他说呢，他说他看了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写的是说，前几年靠运气赚的钱，这几年凭本事全亏光了。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尽管是一个调侃之语，但是对身边很多人来讲是大实话。你们可以查查经纬的张颖是谁哈，非常非常牛。他说：“太多的人过去几年把自己的运气、平台的力量当成了自己的实力，这种错会死人的。所以其实就会发现说，你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在做判断的时候，有时候你其实没有认清自己，也就是我公式里面的 I 和那个趋势和平台，也就是公式里的 P 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定义。”所以这里面其实他提到了我两个公式里面会对朝鲜王子对，会讲两个大家可能未来会我的公式里面会非常关注的点。换句话说，趋势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讲
一个寓言也好，这个段子也好哈，三个人搭电梯，这个电梯呢可以上100层，这个电梯上了100层以后，打开门了以后，记者呢，然后来采访了这三个成功登顶100层的人，说你们是怎么成功的登到这100层的呢？那一个人说，你知道吗？从01层到这个大堂一直能上100层的关键原因，就是我一直在这个电梯里面做俯卧撑。我就能够上到这个100层了。另一个人说他扯，瞎扯，因为呢，实际上不是做俯卧撑，而是我呢成功登顶到100层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原地小跑。后来第三个人说，他们俩都是胡说八道，简直没天理了。最重要的是，其实最重要的是电梯，但是电梯不重要，电梯是我必须得在一个密闭的电梯的空间里面不断的冥想人生的哲学，所以我才能上到100层。当然，大家听起来可能都会一笑，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们只不过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登上了一个能够正确的能够上100层的正确的电梯而已。所以从结果上来讲，其实所谓成功的人，就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去敢选择和选对的人。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哈，在经济学里面，大家知道有一个去年有一个刷爆朋友圈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个文章呢叫做"人生发财靠康波"，这是有没有听过的？啊，打个一我看看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你们看一下哈，这篇文章就挺有意思啊。这篇文章呢啊，有举手的，说明看过这篇文章哈。哎，对了，那么什么叫康波呢？这个呢，这篇文章呢，其实提到了一个英年早逝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叫周金涛啊。周金涛先生是叫做被称为"周期天王"，他是中信建投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40多岁呢就过世了，非常遗憾。但是他呢，实际上在研究大量的这个经济周期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个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俄国经济学家叫做康德拉季耶夫。他提说呢，他说其实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轨迹啊，大概就是每20年会有一个经济周期，每20年会有一个经济周期。那么在这个经济周期里面的话呢，其实大概人生这一辈子呀。按照人这个60岁能够去抓住这些周期啊，你最后发现这一辈子只能抓住3次大的经济周期。如果所以说人生中最主要获得财富积累的机会呢，理论上来讲只有3次。那如果你每一次都没抓到，这一辈子的财富就没有了。那如果抓到其中一次，至少是个中产。这个大家应该感受比较深哈。你看一波一波的，包括最早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看这40岁左右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各位这个。各位这个年龄哈，我超哥已经快50了啊，我已经快50岁了。我是在这个七零后啊，那70后这一波非常明显哈。当然呢，这个在我们这个90年代的，大概我刚才我说了，我大概毕业的时候是在98年左右。那98年左右这一波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移动，就是PC 互联网。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互联网啊，这个像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基本是在在98到这个，在吃了唐僧追，我吃了唐僧肉嘛，贫僧就是唐僧，没有，我开玩笑的，是要夸我年轻嘛，我听了心花怒放，谢谢你哈。那么这个98年到00年那一波啊，实际上是 PC 的那个时代，对吧 ？PC 的互联网时代。然后到了大家知道，在20这个就是到二再往下一波哈，就是这个房子啊，就这个就刚才这个互联网的，就是2008年这一波是房子这一代哈。那么再往后的话呢，其实就是移动互联这一代。其实一波一波的，你会发现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走势，当然全球经济走势其实也是大概是一样。还是那句话，经济我不懂啊，这个其实我是引用的这个数据，所以我想讲什么，其实就是说你深刻理解这个时代所给予你的趋势。雷军曾经说，他说趋势就是，大家知道雷军是谁哈，小米的创始人，他说趋势就是你了解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机会。趋势就是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机会。雷军自己他怎么去看趋势呢？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说一个人想要做成一件事儿，其本质上不在于你自己有多强，而是要顺势而为，于千军之上。千军啊是在就这个山崖啊，这个高万仞之上，于万仞之上推千军之石。所以他有一个通俗的表述哈，他说如果你找到一个风口，如果你站在风口上，连一只猪都能飞起来啊。所以大家听过这个段子哈，所以他其实就这个概念，他就说其实趋势
可能比你的自己的努力还要重要。趋势是你给这个世界上给小人物的机会。他对趋势有多大的认同呢？大家知道他自己还有一个个人的基金，他的基金的名字叫做顺为资本，顺势而为。你看他对这个趋势得多重要，多重要了。那么我们现在要看我们这个现在的当前的环境的趋势是什么，来判断我们自己如何做决策，对吧？那大家听过我个人品牌课的同学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我几乎个人品牌课每一次先讲的就是概念。塔勒布有本书叫做黑天鹅，这个词应该现在大家烂熟于胸，再也没有人在讲说加拿大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所有人都跟我讲说超哥啊，你得慢慢理解加拿大，加拿大节奏特别的慢，一切都非常的安逸，都非常的稳定，大家不求变化的，大家很难改变的。我说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我说我自己在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升级。我说加拿大可能也会有变化，结果好家伙，这个事儿呢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对我来讲其实影响也非常的大啊。我希望这个啊，对，灰犀牛，没错，是的，还有灰犀牛。就是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外部的环境的变化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了。大家知道现在对这个词儿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吧，所有人都在讲一个概念，这个世界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你理解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的改变和趋势，而且是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多，黑天鹅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我们再把我们自己堵在一个平台上，再把自己堵在一个平稳的一个事情上，我们说到嫁一个好老公啊，去一个好公司，或者怎么怎么样子，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越来越不靠谱了。啊，我不是说这个，我希望老公靠谱啊，但是你希望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其实这个风险你是无法啊。谢谢明哈，人没事就好，谢谢。对我还好，我还好，没什么事儿，谢谢惦念着。所以我们讲说，其实这个世界可能会面临一个特别大的，大家可能尽管。个体来讲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但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环境是一直在变化，甚至是变化会越来越多。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外部环境其实可能会对某个物种对某个生物会产生重大的改变和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物种灭绝。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这一波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是可以主动选择变化，主动调整自己，主动优化自己的这么一批人。这个词呢，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叫做迭代，叫做 iteration。iteration 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有听过迭代这个词的，来给我打个一，说明我自己这个，至少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这个说一个天书哈，哎，举手了，对，听过这个词哈，迭代，这个世界上的迭代的能力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选择了，哎呀，已经100多人了，感谢各位哈，谢谢各位亲啊，谢谢各位亲的支持。到目前为止，觉得还 OK 吗？这个来给我打个一，鼓励我一下哈，这个说明你们还没有听烦，现在已经是9点了啊，我大概还有这个。还愿意听吧，还愿意听哈，我再讲个20分钟吧，行吗？你们 OK 哈，谢谢，还愿意听哈，好，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那么我想讲的就是说，回过去刚才讲了，你会发现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拥抱改变，拥抱不确定性，才是你活下去，才是你活得更好的唯一出路。这话说的可能有点绝对，但是我觉得相信大家现在目前应该是感同身受。这也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公式里面的 T， 公式里面的 T， 我刚才讲了 I 如何找自己，这是我有一套理论的 P 个人能力提升 P 趋势和平台的认知 T 在这个环境下不断的迭代，以在个人和趋势之间找到一种进化的通路，这个其实迭代能力。但是我说的一些概，都是概念哈，你肯定会问我说，超哥，那我怎么干呢？我告诉你，你可能都想象不到，每一个都有工具。啊，每一个都有工具，而且这些工具是被普遍的这个商业和这个世界所认同过的。我会教我其实听过我讲课，我其实之前最早的时候我是讲过这个课的，但是我告诉你，去年我刚讲这个课的时候没有人听，
你们问这个，你们为什么我后来一直没有讲这件事，讲这个话题呢？没人听。刚我来了，我都懵了。我最开始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啊，当然我的课件也迭代了哈。我去年讲的时候，不夸张的讲，一共有5个人听过我讲这个课。去年的这个时候哈，这个 Maria 校长是知道的，大部分人听不懂，说超哥你讲的我们听不懂啊，而且觉得说这东西有啥用？没用啊！我自己觉得这个，我自己也很失落哈。然后呢？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我确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了啊！我继续讲哈，所以我们讲了几个因素，I、T、P 啊，我几个因素，那每一个都背后都是有方法的、有工具的。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说实话，就是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和这样的一个不确定世界的时候，对，疫情更加重了对选择理解，没错，是的，三林你说的非常非常，Sophie 说太愿意听了哈，感谢。所以我告诉你说，实际上大家知道。是有一个乐队叫做 Nirvana，对吧？叫什么呢？叫涅槃乐队。涅槃是什么？我告诉你哈，在这个世界里面哈，在现在目前这个时代里面，你要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听起来好可怕，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救命的。你要自己成为你自己的掘墓人，然后再变成自己的拯救者。真正的强大，不是强壮，而是学会自杀，然后死而复生。凤凰涅槃。与其天天担心外面的环境，你如何去适应，去担心危机怎么来，不如自己主动革新，自己主动变革。有认同我这一点的，来给我举个手，告诉我说，超哥，我认同你这一点，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谢谢谢谢，太棒了。所以我告诉你，真正拥有这种能力，真正能有这种认知，真正能有这种决心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塔勒布有另外一本书，你们可以去看哈。我其实推荐了很多书哈，我自己其实我是带着我的一些学员一起去读书的啊。我每年其实，我本来那天周五那天晚上为什么我着急呢？我是在外面，然后我要赶回来给大家开读书会，结果越急越错，结果反而出现车祸了哈。真是有时候人就不能急。但是那天晚上呢，我是带着我的小伙伴和同学呢，我是读书的。我自己做了一个读书会，我带着我的学员一起读书。我其实有一个书单，很多人就是我每天我的朋友圈会写读书笔记，所以很多人看我读书笔记的啊。然后大家一起去探讨，一起学习哈。所以我回过去讲，就是说，在塔勒布的另外一本书里面叫做《反脆弱》，他说，你知道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做出选择，做出关键判断和选择里面，其中一个能力就是你自己要构造自己的反脆弱能力。刚才我说的投资的选择就是其中之一，杠铃原则是你构造反脆弱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工具。我这么讲，大家 OK 吗？是不是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会不会觉得枯燥？枯燥不枯燥？谢谢三林啊，大难不死，不死必有后福。谢谢承你吉言哈。对，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强之路，确实是不枯燥哈。太谢谢谢谢，太好了。那我继续讲，所以我回去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尼采有另外一句话，这句话大家知道，你如果你听过这句话的话，你觉得非常的励志。为什么那么有力量？这句话为什么那么有力量？你知道它里面底层的那个能量来自于哪儿？就是说这句话以及拥有这句话的能力的人，是有一种反脆弱能力的人。这句话是这么讲的，他说 "That which doesn't kill"，当然它是德语，应该是啊，英语这么讲的，叫 "That which doesn't kill us"。Makes us stronger，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如果我刚才我讲的所有东西都听进去了，如果刚才我讲的所有东西都听进去了，如果刚才我讲的所有东西都听进去了，你现在再回去理解这句话，你发现这句话是那么的有力量，因为它构造了，它讲的就是一种人应该有的反脆弱能力。这件事情应该。我觉得校长应该，如果待会儿在线上，他还在听我讲的话，哈，其实他应该特别有感触。就是维多利亚其实是经过了一次一次的迭代，一次一次的涅槃，一次一次的重生。而这一次，其实维多利亚的共学营，我也非常荣幸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真的帮了点忙。我其实就是基于刚才这个，当时到时候校长可以讲这个故事，就是当时他差点从线下没有做不了了嘛，结果他就哎呀特别苦恼，怎么办？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新的一个方法，最后我就给他了一个建议，真的救着他了啊，救了他了。喝着红酒，吃着牛排，听着我讲课，足以。哎呀，天哪，我也想喝着，下次咱俩对着喝红酒牛排哈，这个一块三里哈，谢谢谢谢，你太爽了哈，所以。大家知道这本书呢，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人去年非常有名，这是中国去年的这个榜单的所有读书里面的这排名第一，而且这本书被誉为2019年必读之书，叫做《原则》（Principle）。
作者是达利欧，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私募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他说呢，这句话就是我今天发朋友圈的这句话。他说，你做选择的时候，其实啊，你的底层逻辑的构造，以及你看过往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模式。他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既知道如何追求目标，也知道如何正确失败。什么叫正确的失败呢？我刚才讲了这句话了。他说，正确的失败呢，是指在经历苦痛苦的失败过程中，吸取最重要的教训，避免错误的失败而被踢出局。在打德普的里面，大家有个概念哈，你只要不下能有能力不下桌，你就永远有翻盘和赢的机会，对吧？那怎么去构造这样一种能力？其实是你翻，就换句话，所以我说是最后的错误的失败是什么？最后你被踢出局，没有玩的方法了，不在桌子上了，其实你就永远失败了。而只要你能够去找到自己的底层逻辑，找到不断调整和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每一次失败，这个其实也是我前两天这个我分享了一句话哈。这个我在我的那个群里面给大家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啊，你们觉得犹豫或者是怀疑，就怀疑和这个被骗，这是这两个事儿，哪个成本高？是怀疑的成本高呢，还是被骗的成本高？来，各位，是怀疑的成本高还是被骗的成本高？三弟说是怀疑的成本高，还有没有啊？楚楚说是被骗的成本高。好，这个呢，这不是我说的哈，这个啊，很大部分都是怀疑。那为什么怀疑的成本高呢？为什么是怀疑的成本高呢？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话呢，实际上是樊登啊，大家知道樊登读书哈，樊登呢有一个小视频特别有意思，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呢，我看看啊，我得找一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最大的这个成本啊，不是这个不是被骗，而是怀疑，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我看看啊，这句话我得找一下，因为我这有时候想起一出是一出哈，看我那句话在哪儿呢？我找一下啊，挺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被骗，我也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有时候我也记不住我自己这个，有时候就想起来了，我就记个笔记，然后我给大家找一下，抱歉，稍等啊，我觉得这个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其实就是跟你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哈。哎，老了，有了，我看看还有什么啊？不确定，不确定性是最累的，怀疑导致成功为零，啊，不错哈，这个大家其实都有感悟哈。我来讲一下这个，我来讲一下这个他的一个论证的方法哈，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说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哎，哪儿去了？待会儿我找到吧，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哈。然后这个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他说呢，这个怀疑呀、被骗嘛，这个怀疑是这样子的，怀疑呢你就是犹豫不行动啊，然后呢你就永远迈不出走不出去自己的舒适圈，永远在自己觉得安全，就刚才记得吧，在自己的安全的舒适的地方待着，那永远是在彷徨犹豫恐慌然后这个失望后悔中度过，对吧？你永远不行动。但是被骗呢，你骗一次你就长个教训，然后刚才讲就像达里欧说的，然后你就吃一堑长一智，你就从中吸取失败教训，然后你再重新升级再迭代然后再成长，其实那个速度还挺快的，对吧？所以他其实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就是说实际上你最后发现，对，刚才这个宗涛也说的这个概念，就是实际上你怀疑的时候是一种不敢去面对不确定性，其实面对不确定性反而是最累的啊，反而是你自己说白了，你就刚才讲了后悔啊，刚这些东西啊，你的机会成本非常的大。所以我就这个讲到这一点哈，所以我们在讲说实际上你会发现
到现在为止，我讲了其中人生选择里面很重要的几个因素。还是那句话哈，我今天讲的都是抽象概念，为什么来不及讲这个东西呢？是因为真的内容讲我第一次我去年讲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讲多长时间哈，我讲了17个小时，所以大部分人就疯了，说这个就说这个怎么能够怎么就听不懂。特别烧脑啊，特别烧脑，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公式、底层逻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挺喜欢，我现在挺琢磨底层逻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回到刚才说的问题哈，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几个因素里面，其实它每一个背后都是有工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个逻辑里面找到我们选择的一个最核心的要素，来帮助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判断啊。然后，我刚才讲了爱是很重要，自我挖掘 P 平台 T 迭代，好吧，这是我们现在，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你要看到这几个因素。我告诉你我自己的这个选择哈，移民又是我最大的一次选择。你看我第一，职场我从职业经理人转化成一个创业者，第二个我的投资失败了，第三个我移民这一块失不失败呢，我不知道哈，现在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我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各位哈，这个来帮我去验证哈。然后那么我刚才说了，我之前过往那么多的经历，那么多的这个履历，当我迈上这个移民的这个我的脚踏到了加拿大这个这样的一个土地的时候，一切全都改变了。我原来所有的过往的经历，所有过往的辉煌，所有过往的成就，所有过往的人脉，而且我自己做公关的嘛，所有我的关系全都在国内。我告诉各位，其实从那一刻我从零开始，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我几乎是重新开始打磨。我从去年的时候，大家待会儿我会提到哈，我去年开始这个讲，我是两年以前移民的，我还是个新移民。然后我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加拿大认识的人，可能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加拿大认识的人不超过十个。我大概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待会儿我给你看哈，就是我的记录，我朋友圈。而且中间你看这七个月都已经是疫情啊，我也就是说我半年，去年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我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儿。现在我告诉大家，现在大概知道我的人应该是知道哈，就是我现在目前在多伦多这一块的大概的一个影响的状态。知道我的人就听过我超哥啊，叫我超哥啊，知道就大家我都就管我叫超哥嘛。差不多有三四万人。听过我的课的人，包括你们现在在线的各位啊，就算听过我的课的人了，听过我的分享啊，听过我的演讲啊等等的人，4000以上。真正报过名跟着我学习过，跟着我一块去啊，大家一块去共同成长、共同学习、共同分享、共同前行的人，我的所谓能称之为就是管我叫超哥作为老师的人，400到500。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多长时间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敢说这东西是多成功，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这边的移民跟我讲说，超哥你这个你还挺牛的。为什么呢？这个你做到了很多人很多新移民没有做到的事儿。我现在目前认识的人，我能连接的人哈，很多人讲就说好像这个很多在这边5、6年的人可能都没有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来看我自己的这个方法。其实我做了一些选项啊，我自己当然我开始讲职场课，讲这个品牌课，讲了好几期啊，带着学生去做分享做活动。像校长之前讲的，我在去年11月份呢做了 TED 的演讲，那时候这是 TED 第一次华语在加拿大的华语演讲啊，我是这个四个演讲人之一啊。然后当然加入了这边的这个协会啊等等等等。然后我自己把中国的一些项目，我大概带了6、7个项目过来，跟这边的社群跟这边的公司落地。我在半年的期间孵化了7个项目啊，大家知道我在这边做了，应该有线上也有我们的这个合伙人原创会的这个合伙人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这边做了一个加拿大第一个网红的 MCN 的孵化机构，然后我还做了一个这个对接创业的路演中心，然后还有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待会儿我还有做这个海创派啊，加拿大第一个创投媒体等等等等。然后我自己在1月份的时候，二零年就这今年1月份的时候，发布了加拿大第一个 30 Under 30，这个30岁以下30个优秀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榜。然后我在2020年的1月份发布了加拿大第一个网红榜。然后我们的这个海创派也是拿到了，就大家知道国内
最牛的这个这个创投媒体叫三十六氪。那我们海创派呢是三十六氪在加拿大东部地区和这个加拿大整个加拿大和美国东部地区的独家的媒体报道授权。我们累计已经报道过大概四五十家加拿大的创业企业，然后我们的报道都会发到中国的这个创投媒体三十六氪的首页上。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对中国的市场渠道合作感兴趣，希望在中国市场进行宣传的创业者，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大家去做这种宣传。那我做了这么多动作哈，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我在加拿大本身已经做了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一个悖论哈，我大概还有个我大概还有个十分钟吧，我收个尾。但是这一趴非常的重要，你们不要走开哈，这个你们这是我的最后的一个我的公式里面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那我们讲说其实这个社会啊，我知道很多华人啊，其实大家我们都在讲这个说大家一定要多勤奋多努力。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仔细考虑过关于这个努力这件事情没有。其实我们讲说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哈，其实不要去做劣质的勤奋者。什么叫劣质的勤奋者？就是成功是什么？其实成功是来自于精准的勤奋，而不是平庸的忙碌。甚至有时候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有时候那种所谓的穷忙穷忙，就是你觉得自己很忙，把自己搞得很疲惫，你还觉得很努力了，你说我已经尽力了，对吧，我尽力了，然后就是时机不好，然后这个机遇不好，那我也没办法。其实有时候低质量的勤奋是一种伪装起来的懒惰，换句话说，你是在用所谓的勤奋和努力在逃避真正的思考。所以你们想细想一下这句话，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没错，但是机会是留给努力的人的，还是机会是留给思考的人的？各位可以想一下这个逻辑哈。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大家很忙很忙很累很辛苦，其实我自己感觉哈，很抱歉，我可能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扎心，但是对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 Exactly Jonathan 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说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的时代过去了。就如果你觉得大家觉得特别苦特别累，然后还没有什么产出没有什么成绩，可能你就要思考一下，你是不是进入了一种所谓叫马拉松式的工作。换句话说好像就是闷头跑，其实你也没有看目标，你也没有看方向，你没有看这个战略，对吧？可能你要抬头看一看，说是不是你对这个比赛不适合，或者你对这个比赛规则本身理解的不透，或者这个比赛根本不适合你，你本身可能你就是跑短跑的，你偏要去跑马拉松，对吧？而且呢，你不要把辛苦认为是努力，辛苦有时候反而倒是因为不够努力。什么叫不努力呢？就是没有聪明的努力，没有正确的努力，没有精准的努力，结果导致你没有办法尽快的把事情做得更正确。所以有时候你要提升你的选择能力，因为你只有提升了选择的能力，你拥有了选择的方法，你才能让每一份努力最大化，不然的话越忙越错，你反而会跟成功背道而驰。我就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成立哈。各位你们知道所有人都在讲 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当然这个很对很正确，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大家知道在英语里面 time 是时间， timing 是机会。各位你们想一下，是时间和机会，时机，时间和时机，一个会管理时间的人和一个会管理时机的人，哪个人会比较厉害？ timing 重要还是 time 重要？你们没走吧？还听着呢没？给点反馈。时机，对对对， Jonathan 听的，但 timing 重要。你看大家基本上 timing 很重要，好了，都同意，这几乎已经大家都认为时机很重要。时机就是上天给予你的那个选择，对吧？实际时间管理很好啊，你就说我一天把自己安排的好好的，你就说我把时间切成多少份，什么这个
西红柿时间管理法呀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没问题，这是一个你自己管理努力、管理安排、管理资源的，这个很重要。但是，当你知道时机出现的时候，时机是什么？我把再把时机再翻译一下 ，time 和 time， 大家所有人都是时机。好，大家认为运气这件事情，你周围有没有那种运气特别好的人，就老能踩上点儿，老能好像好事儿都是他让他赶上了。你觉得这个有吧？是不是？各位，你们觉得运气、好运气这件事情能不能被管理？哎 ，Jonathan 说的对，这种人肯定是下了功夫了。但是还是那句话，请问，运气好，凭努力能不能实现？是不是说人一努力就要是叫什么？会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好，努力决定运气。我告诉你 ，Sunny， 如果你前面这些一个一个，你看我一个一个逻辑在推导哈，努力，不要去懒惰的勤奋，要精准的努力。精准的努力其中一部分是。你要学会对时机加以管理，而时机对 William 说的很好，时机是时间的最大化。换句话说，好，你们想不想了解了解？我现在也在琢磨这事儿哈。当然，这个东西呢，有时候因为我知道大家有一些朋友呢是有信仰的，这个我觉得我也非常尊重啊，我也非常尊重。这个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啊，所以肯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就是有时候确实有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随机的。但是呢，我讲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自己的运气、好运气这件事情的概率最大化，好运气概率最大化。所以我们讲的是一种概率哈。这个我们线上其实我们自己的小伙伴们有人会讲这个时机管理啊，就这个所谓概率的概念。人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有概率思维。所以我回来讲的什么概念，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树立一种概念，就是说，不是说闷头干活，低头当老黄牛。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努力当然非常非常重要，勤奋当然很重要，但是要在对的方向上，去在关键节点上要有这种敏感度。刚才我说的趋势本身也是时机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好运气这件事情是可以被管理的。这事儿其实我也是在研究哈，有机会我们有机会探讨。所以谁不想去做一个运气好的人呢？但是运气好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说运气是可以被管理的，但怎么管理呢？有方法，对吧？有方法。你看 ，Flora 说就是那个老黄牛。你看今天我说的这个东西吧，大家还觉得有用吗？觉得有价值吗？我没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或者太抽象了？觉得还 OK 的哈，给打个 OK 鼓励一下哈，鼓励一下我哈，谢谢。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至少从理念上，大家应该有一个挺好的，就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啊，谢谢 very good 哈，非常不一样的思维，就是大家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因为我告诉你哈，这你看我讲今天所有这些东西哈，我讲了所有这些东西，你知道我在给大家讲什么吗？我其实在家给大家讲认知，我特别感谢各位哈，就是能够这么还听进去，能够听进去，因为可能真的就像刚才谁说的哈，疫情本身让大家重新思考了很多东西。我告诉你，其实有时候人有时候就是在时运好的时候，在趋势好的时候，在业务好的时候，在没有困难的时候，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停下来想。我可能也是琢磨事琢磨多了，或者说我可能也是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失败的也比较多了，我可能就回去想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我会讲给大家讲的一个什么概念。对的 ，Sophie 说讲的跟樊登老师比较类似哈，价值层面传递的。我对，谢谢。我告诉各位哈，这我其实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认知。你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呐、啊，其实。认知就刚才我讲了，其实你最重要的改变，这个有一句话哈，说人呢永远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这句话，就是你永远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你说这不是废话吗？不，一点都不，因为呢，人的认知是决定你自己的走多远，你能不能把握时机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换句话说。提升认知是人这一辈子必修的一门功课。人的每一步的这个上这个台阶啊，都是靠提升认知的，对吧？非常认同这句话。所以我告诉你，认知这件事啊，也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叫做邓宁克鲁格的心理效应。你们可以搜到这个，这不是我编的啊，这都是科学，这是一帮人研究的一堆的东西。我把这东西捋给大家啊，梳理给大家。人的认知分成四个阶段，你可以看得到，我列了，叫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
知道自己知道，还有一个呢，我挡住了哈，这应该是叫做不知道自己知道。我们讲，告诉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你别看我之间今天侃侃而谈，在我不知道的领域里面，包括比如说投资，我也是一个蠢货，我也是一个巨婴。因为在很多的人的话呢，你会发现，尽管你不知道，但人的自信程度非常的高。我告诉你哈，咱们在加拿大这边哈，你会发现有好多杠头。什么叫北京话叫杠头？你发现没有？好多微信群里面哈，一帮人那儿抬杠，互相还骂，尤其是什么中美关系啊这些东西啊。就我昨天群里面还出现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不评论，但是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就一谈到什么，观点呀、政治啊、科学呀、军事啊，反正就这些话题，然后上来就是你不对啊，上来就是这个怎么怎么样子的。我自己说实话哈，我是无从评价，因为我也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加入哪个阵营，但是为什么这帮人杠得这么厉害呢？我告诉你，这个实话讲哈，我自己就是这话说的有点绝对哈，或者说我不知道各位，我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不是这样子的人。我告诉你，越无知越无愚昧，越巨婴，特别怕别人说自己认为自己说的不对，特别怕别人看不起自己，特别怕别人说，哎，你不懂。就这，你不信？你要在群里面，你只要你想挑事儿哈，我教教你招哈。你想跟人吵架，你心情不好，你说你想撒野，或者你想出出气，你就是找一个人，然后他叭叭叭叭叭说半天，你说你这说的根本不对，你不懂。我告诉你，马上他就给你急，巨婴啊，太多人巨婴。别人要跟我说我不懂，哎，我特别高兴，哎，我说那您赶快真的你教教我，我确实不懂。这个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啊，其实就是在愚昧煽风。然后呢？我有很多学生，我讲了很多东西以后，好多人就跟我说：“说完了，说超哥，我现在目前自信心崩溃。”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处于自信心崩溃的状态。我发现太多东西不懂了，别人说点什么我都愿意好好听啊。就你们下次你这个，我今天不讲这东西啊，我不是在卖弄学问，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多东西不懂。然后我说出来以后，然后你们就说：“你说超哥，你这说的不对。”哎，好啊，我就觉得咱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觉得这个赶快教教我。我告诉你，这个我现在特别的自信心特别的崩溃，好多东西不知道，觉得哎呀自己太无知了。但是得学呀，得了解呀，怎么办？找高人，啊，找懂的人。我待会儿会讲到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呢，你就在开悟之坡。最后呢，有些东西可能你不用再懂这个道理了，但是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你多多少少就已经知道你自己其实做的是对的了。你发现回过来说，哎，我在做正确的选择。你那时候在做本能的时候，你发现你做的都是对的。所以这个呢，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到知道自己不知道，在大概率事件上。在大概率事件上，你自己完不成，谁能帮你完成呢？必须得需要一个叫做关键人的点拨，就换句话说，你要借助外力，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帮你完成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前两天我看这个有一个视频哈，然后他也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但是那个仿冒的，我觉得。仿冒的是任正非的一段视频，但其实不是他说的啊。待会儿我给大家找到了，我也给分享给大家哈。那么我们讲说，比尔盖茨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哎，其实前两天，刚才好像我们群里我们的这个讨论区里面也有人说这句话。他说啊，他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成功呢？是实际上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比拼对有效信息的利用，如何有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信息决定了你的成败。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太多信息了，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太多太多了。那怎么能够获得有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信息呢？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听超哥讲的这一个小时，我告诉你我的信息有没有大家认同啊？就有没有认同我讲的内容密度挺高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这一个小时的信息密度，其实对吧？其实很高。北京一二三四五，这位朋友是来自北京呢，还是在加拿大的北京人呢？我一看到北京我就亲切，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啊。你估计能听我的说话，能感觉得到啊。北京一二三四五，yes 哈。我其实我的信息含量很大，所以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啊，告诉你一个秘诀，就是你知道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不要去太多面对信息，而要面对人。信息不重要，承载有效信息，在信息前端的人才是重要的。
所以，如何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和这些掌握核心信息和底层信息逻辑的人去连接，会成为你的这个连接、获得信息、管理信息、利用信息的最有效、最高效的方法。因为只有在这一批人，这样的一个里面，这些人他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你知道，在很多我知道这个有钱的人问我职场哈，就是这个，很多人说超哥你怎么看职场？小孩应该跳槽啊，因为我自己跳槽跳的比较多嘛。怎么找怎么找公司？怎么找平台？我告诉他说，你知道吗？看人。你如果学会一种，刚才我说你如果有选择。你懂我这个公式的核心底层逻辑的时候，你会发现，找到那些优秀的人太重要了。最开始工作的时候，不要考虑钱，不要考虑公司有没有名，而是一定要考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一定要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学他东西，做他一个，到他的身边，安静的做一个门徒。开启一种叫做内隐式的学习，内是内外的内，隐是隐藏的隐，观察他，靠近他，观察他，学习他，模仿他，变成他，超越他。当你开始找这种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兴趣，你的这个关注点就离开了。你会发现说，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你获得这个信息，这个世界上最核心、底层逻辑和关键因素和能力的最快捷的方法。所以我们讲说，最快的改变你自己的方式，就是和你想成为的人在一起。做优秀的人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想知道最有效信息的人，最有效信息的方式，就是和掌握核心信息的人在一起。Who you know is what you know。你认识的人决定了你知道的事儿。The fastest way to change yourself is to hang out with people who are really the way you want to be. 一定要成为你接近那些你想成为的人。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讲说，其实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成长的速度，包括你的圈层，你个人的价值，在于你周围的人。我们华尔街金融圈子有一个理论叫做社交估值理论，他说评估一个人的价值啊，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在看你周边的人最紧密的十个人的平均值。当然这里面其实不光是估值的问题，你想一下你身边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天赋异禀，在某个领域里面有独到的优势和见解，他们自己才华横溢，各自擅长的自己领域和专业的东西，你跟他们形成链接，形成交集，互相影响，共同学习，共同发展，共同成长，互相赋能，互相提升认知，你想想你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成功啊，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而是能有多少人，以及能有什么样的人在你左右。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啊，送给大家啊，有一段话，他说你会发现啊，无论是朋友、工作还是恋爱，如果你感觉到有一个人啊跟你特别契合，沟通愉悦，时时令你灵光乍现，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1%的可能性，你认为遇到了一个所谓叫 soulmate 灵魂伴侣，而99%的可能性，是遇到了一个阅历、智商、情商都在你之上的人，而对方因为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目的，在向下兼容你而已。对的 ，Jonathan， 向你兼容而已。所以只要他愿意，其实呢，他可以跟每一个像你这样的级别和能量和认知的人达成这种心有灵犀。所以我告诉你，当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放过，因为他有可能是一个高手。对你来讲，就是你提升认知、扩充认知、自己升级自己认知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这个呢，我自己读书哈，我刚才说了，我是去年我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我给自己新的一年里面立了一个方向，我说我一定要去读书。然后呢，
那么读书呢，我就从去年开始，我读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带着我的读书会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读的第一本书，叫做《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我明天还会有，这个还会有一个这个读书会，这个，然后我第一件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会呢，其实就是就是这个这个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然后其中我的读书笔记的第一个概念，最重要的概念就叫做关键人，关键人。那么关键人里面，他提到了说，我刚才讲了，就是什么叫关键人。我们讲说每一个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发展生产，这个所谓成长过程中，都应该有一个关键人，他对你有着非凡的意义，可能是第一个影响、领导和启迪的人的你，启迪你的人。这个关键人，他实际上是帮助你改变认知境界、层次和圈层的。我自己，我刚才讲了，我认为我改变我到现在为止的认知的关键人呢，其实有两个。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毛大庆，就是我跟着的这个创业的人，我们都管他叫庆庆哥。我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自己写了一本书，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非常感触非常深。我觉得是他真正的把我从一个职业经理人向一个职场创业者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之前有一段话，然后他说呢，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任正非说，他说人最大的这个运气啊，不是中奖，也不是捡钱，而是遇到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境界，打开自己的视野，把自己带到一个更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是一个人的最大的运气。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第一，我非常感恩在我的人生中其实会出现了几个关键人，真的让我的提升认知啊、思维啊和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很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为什么要去做分享，为什么要去讲课，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人生最大的一个价值，其实人生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能够让自己去给别人提供更高的这么一种价值。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让自己的优秀成为照亮别人的光，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大最大的一个价值。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庆庆哥，其实他为什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然后来影响和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基于他的因为他，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是无法去面对或者是有机会去遇到这样的一个圈层的。大家知道像刘强东啊，像张朝阳啊，当然就没有那么熟啊，但是确实也交流过。然后包括大家知道这个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王强和徐小平老师，那么王强和徐小平老师都是成立了中国最大的这个天使投资机构叫真格基金啊，这也是我们优惠工厂的投资人。当然这个任大炮哈，这两天也是公众这个争议人物，我就不说了哈。但包括一些投资人，左上角的这个是陆川啊，中国的这个著名的导演，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大家看得到，这是林依轮演员，然后庆庆哥，还有这个五八同城的创始人姚劲波啊，然后还有呢是这个看到这个左下角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老罗啊，罗振宇，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搭档托布花，然后右下角是前一段时间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啊，看到他第一轮就被刷下去了，许飞歌手，还有黄健翔，就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在我的原来的圈层里面能够接触和了解的啊，但是呢通过庆庆哥打开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和思维方式。那么人这件事情哈，我告诉你，人的这个连接呀非常非常的有限，非常有限。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精力，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朋友圈，我其实问过很多的小伙伴们哈，那个你们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你们认为强连接的人大概是多少？什么叫强连接呢？邓巴数字哈，什么叫邓巴数字？这个其实就是我的那个148，那个 V 是什么呢？这个英国有一个动物学家、人类学家，他其实是叫做罗宾邓巴，他做了一次特别有益的一个，就特别有就是重大的价值的一个课题。他研究这个猴子啊，就是猴子和猴子之间啊，大家知道这个猴子和猴子之间也要社交，那他是通过那个刀毛然后来互相认识的。你看咱们认不出来每个猴子长什么样，那猴子和猴子之间是可以区别的。但是因为猴子的这个大脑的发育程度啊，导致了其实它这个
能认出来的和平常能够保持一个社交关系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邓巴呢，由此来研究说人的大脑皮层，人的这种认知是不是也是对于这个社交和这个关系维护是有极限的呢？最后他推演出来，他说有，而且这个数字呢，他都说得非常准确。他说人，一个人的强关系连接，大概就他的这本书叫做《How Many Friends Does a Person Need》啊，神秘的邓巴数字和遗传密码。他就说，因为人的遗传和进化的原因，其实一个人最多也就能够有148个比较紧密的人，然后大概它约等于150。这个数字呢，被引用在好多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所以你看到像强关系啊、150定律啊、邓巴数字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说的是一个事儿，来自于这个非常著名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所以四舍五入呢，他就认为人的智力允许人们能拥有稳定的、紧密的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50。由此呢，150变成了强关系和社交关系里面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连接的一个分界线。那么我们就在讲说，其实你在做人脉关系梳理的时候，你不可能取悦所有的人，反而这里面要去做减法。你不可能去了解和知道任何的人，你也不可能对被很多人所记住和熟悉和信任。所以在人脉里面呢，我自己开了个玩笑哈，也不是玩笑，我自己瞎琢磨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哈。就是你们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里面有多少人。我告诉你，这个，哎，有人发言哈，我看看说啥。哎呀，遇到我就是最大运气，谢谢谢谢谢谢。你能问他借钱，他就能借到你，哎，特别厉害。有要进读书会的哈，可以哈。像你兼容，怪不得成熟泡小姑娘很容易，也是对的，也有道理。讲人生哈，一讲人生，这个现在讲人生还是把妹的方法吗？我不知道哈。所以你们看一下，你们的朋友圈里面有多少人哈？来，你们这个给我个反馈。你们的不是叫朋友圈哈、啊，你们的这个微信的联系人，微信联系人的极限是5000，其实不光是5000，5000以后你就看不到朋友圈了啊。我的朋友圈是我现在的这个号呢，我有两个号，有一个号已经满了5000，另外一个号了满了我还得继续加，现在目前加到6000多了。但真正我告诉你，你自己去看吧，其实对我来讲也特别难，我现在也在整理我的朋友圈，分成挚友、密友和命友。挚友100人，密友50人，命友5个人。哟 ，Andy 怎么哀了一声？是个哦，说哪有命友啊？哎呀，真是你说的这话说的，我也是挺掏心掏肺的。哪有命友啊？咱们把条件稍微放宽点，且听超哥来讲这个，你看看也能不能有命友哈？我这么着定义哈，我这人比较好吃啊，所以什么事儿都跟离不开吃。咱中国人万事也离不开吃。我就拿吃来举例子，什么叫做挚友呢？挚友就是有事儿他来请你吃饭，这也算朋友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会讲人脉哈，我其实后面有课就专门讲人脉。这个人脉也是怎么能够更好的利用人脉，这是一门学问，大家知道对吧？同意吧？人脉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啊。挚友啊，就是有事儿求你，或者有事找你帮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这样子，跟你认识呢，过来，哎，超哥，我请你吃个饭吧，啊，行行行，可以啊，哎，这就算看得起我，因为说白了都不跟我吃饭的人，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对吧？那想有事儿都想不着我，啊，好，挚友100人，有事儿来请我吃饭，密友50人什么概念？没事儿也愿意找我吃饭。以后你们要是说你要想当我密友，特简单，你就是这个，你说。哎，超哥，我请你吃饭。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你就直说呗。我说没什么事儿，就是请你吃个饭。哎，我这人不错，密友50个人。命友是什么呢？命友就是这一辈子都能来你们家，随时不要脸，随时就说哎，接着去你们家啊，我就去你家待2天，你得管饭管住，你还不嫌他烦，或者你这样的，因为你这样的人呢，因为你也会去他们家管饭管吃管住，你也觉得特别自然。命友真挺难找的，说实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你们自己的。但是你想，当然呢，这个过程呢，其实哎，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羡慕生死之交啊，真是这样子，哪有命友啊？没错，这个郭德纲相声里面有一个段子，你们听到哈？当然他是这个搞笑的，但是他这个话，他这个定义很好，这个话叫做托妻献子啊，什么概念？就是说。
这个当人生有遇到一些重大危险和困难的时候，我能把我的老婆、把我的孩子托付的人啊，那真是过命之交了哈。其实这真的就是命友了。好，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吃饭系统你们认同不认同啊？哎，今天哎，外面下雨了哈，你们没有在外面的吧？但是回去今天好像说有雷暴还是怎么样子的，大家注意安全哈。然后如果真的就是着急回家或什么样的，就赶快下线吧，别让超哥给耽误了哈。马上就完，讲完了。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这些朋友呢是可以不停阶段是可以互换的啊，可以不同的互换的。所以真正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我们说赚钱固然很重要很重要，但是真正的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更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让你自己呢能够建立一个非常有这个意义的人际关系。所以什么样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财富呢？就是你既深深的关心对方，同时对方又深深的关心你。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你真正如何去管理好这155个人，可能才是你真正去构造你自己有效人脉，构造你非常大的连接，甚至找到你自己这个领域里面的自己的这个人生里的关键人，打开你认知，打开你边界，打开你自己的这个界限的很重要很多部分。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里面应该有一种叫做生物多样性。大家知道这是另外一个概念，生物里面实际上有一个生物多样性的概念，这个底层逻辑是物理的反熵增啊，这个就到时候再讲。但是我想讲的是说，这些人不应该趋同，换句话说，你应该有意识的去找不同的人。啊，这个有一本书啊，我多说一句，这个有一个概念我特别喜欢，叫做有趣人基金。他说你怎么能够打开自己的眼界和认知呢？一定不要把自己固化在一个认知框架里面和一个这个人群里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朋友的圈子的多样性刻意的管理好打开。他说不管你挣多少钱啊，你一定要自己去，比如说你挣10000块钱一个月，加币或者说人民币无所谓，但你要去这个拿出一部分的比例专门设立一个叫做有趣人基金的东西。你说你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哎，你就意思就刚才讲了，我请他喝咖啡，我请他吃饭，或者说甚至到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人特别特别的重要，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太有意思了，这个人我真的得认识他。当然现在其实你认识个人并不难，对吧？你很容易就可以7度人脉，现在变成2度、3度人脉了。你认识个人很容易。你认为你跟马云隔着几层？可能就隔着超哥一层。我开玩笑，我也不认识马云。但是我就想说，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在于，可能你甚至你打个飞的，你都要去找他。啊，或者坐火车呀，或什么样的？我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其实你要去有意的去连接这些对你可能产生认知升级和这个认知拓展的人，这个叫做有趣人基金啊。你要有固定的这种预算和固定的这种非常有意识的去管理这件事情。那么，好了，今天其实我收个尾，我们今天讲了有人所谓的人生的重要性啊，为什么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选择与努力之间的区别啊，人的选择应该有时候你主动意识到的选择和你被动意识被动的选择其实完全完全两种结果。第二个呢，选择要有底层逻辑。每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不是从心，不是被别人选择，不是被推着走，不是从众，而是应该你构造自己的一个底层的选择逻辑。那么选择的过程中呢，你要关注几个核心的因素。那么我自己的因素呢，我自己构造了自己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关于自己，关于核心竞争力。有工具今天没讲 T 如何做迭代，如何面对自己，如何做这个更新，如何做这个杀死自己，对吧？让自己变得更有反脆弱的能力。有公式今天没有讲。还有一个趋势，怎么去面对趋势，怎么去面对机会，怎么去面对 timing 时机，甚至是面对运气。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概率。如何去看，用概率思维去理解这个世界，如何去创造自己的好运气。有公式今天没有讲。然后第四就是148人，突破自己认知是一个一个的人，面对信息，不要面对信息，要面对人，要去连接和对标人，要去连接有效的人，要去连接优秀的人，要去连接高能的人。人本身是你快速掌握挖掘这个世界底层逻辑的最快捷的方式，要去找到这样子的人，主动跟他连接，主动跟他学习，主动去模仿，主动去成长，主动去升级，主动去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去做？那么刚才讲了，要做减法，要做优化，
要二八原则，要帕累托法则，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什么东西你们不懂没关系，有公式没有讲，人脉怎么去做管理，这个我们再探讨。所以你看，有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时候，当你后面再选择说我这个工作好不好，用公式；你觉得我这个出不出国，用公式；你觉得我要不要投资，用公式。当这些因素都在潜移默化的去帮助你去思考底层去判断的时候，你习惯用这种方法去思考的时候，每一个选择做出来的时候大差不差，应该不会出现重大的失误。但这是我个人的公式，并不意味着你们的公式是这个。我只所有讲的东西，我讲了一个所有的公式，你可以把它全推翻。你说超哥，你讲的完全不对，我同意。换句话说，可能我今天讲的都是错的，但是我仍然会挑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公式不对，或者说我的公式不适用，那么你的公式是什么呢？你能不能会在你自己，首先你认同不认同，就是我开始主动管理这件事情和我没有管理这件事情，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一个企业你随波逐流和你不管理，你的生意不管理，你的客户不管理，你都会觉得。当然有人就是佛系，那我也没办法，对吧？那你佛系就佛系，你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个也 OK。但是我认为你管理和不管理就会呈现不一样的部分。所以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管理和不管理也会呈现非常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拜托各位，听我今天的所有的内容，不管你认同多少，不管你觉得我说的对还是错，不管对的东西有多少，至少一点，至少一点，至少一点，你能够认同，我就非常欣慰了。就是你相信。人做出的选择应该有一个底层逻辑，每一个人你们应该去构造你们自己的底层逻辑。我觉得是不是各位你们认同我这个，给我举个手，你们说今天听了超哥，你们自己很辛苦，你们选择了今天拿着一个半小时来听超哥讲，那我相信，我觉得我对，我要对得起，真心真意，我拍着胸脯对得起你们各位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我相信，我也希望是你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或者至少在七月份里面，或者说至少在今天这80个选择里面做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那么我给你爆个料，我告诉你说，当一个人的认知成长和发展，包括你自己突破舒适圈，去打破自己，去迭代升级的时候，会对你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咱们先不说你的认知，你的成功，挣了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我自己。2010年，我这所有的照片我可以跟你讲，我没有 P 过。我所有的照片我没有 P 过。十年以前我的照片长得是这样子的。然后过了三年 ,2013 年我长得是中间这样子的。2016年我长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又过了三年 ,2019 年 ,2020 年活着的超哥在你们面前。那么刚才有人说了，是我吃了唐僧肉吗？我觉得是一种学会成长，不断突破挑战自己的人，会把每一个人的状态，会把每一个人的形象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选择，人生的选择，我们讲说可能40岁以前的相貌，还是30岁，我有一句话哈，他说30岁还是40岁，40岁还是30岁以前的相貌是爸妈给的，但30岁以后的相貌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当然我没有，首先到目前为止我是原装进口，还没有做任何的调整。我估计到了50岁以后啊，我现在是快50岁了哈，我到50岁以后，我如果还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看看我要不要动刀子动手术哈。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我自己做出的主动的人生选择。那么最后一句鸡汤送给大家，我觉得道理都懂，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你们听过太多的课，听过太多的理论，听过太多的概念，但是永远不行动没有用。所以我们讲说，为了爱的人，余生不再做错一次选择。请各位，如果觉得我说的有一点点道理，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的东西，讲了一个半小时，讲了90分钟，你们还在这儿听，我特别感谢你们，而且没有掉到100，还有100人在线听我的课，我至少这一次一个半小时我值了，我给100个人来讲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目前说白了，我告诉你，你们一定哪怕回去，我只给大家留一个作业或者是一个小的课后的一个练习，你们想一下，在你大大小小每天或者未来或者已经做过的选择里面，你有错的东西，想一下有什么，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哪个部分你可以做出不同的改变，你未来要做出的选择，今天我讲的所有的东西，哪一点能够帮助你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你选择有的人选择要跟超哥吃饭，很好，我欢迎；有人选择说要加入读书会，欢迎。你做出任何一个改变和选择，都是不管有它有多么的渺小，不多微小，这是你真正开始采取行动的一个见证。为了爱的人，不要再去做任何一次错误的、盲目的、这个随性的选、任性的选择。能够遇到在未来遇到更好的自己，从今天起做出改变，学会选择，找到更好的自己。祝各位活出更自己想要的模样。谢谢我们的校长，谢谢大家的聆听。现在是晚上，多伦多晚上的10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聆听，祝大家晚安。那大家可以留下来，我可以继续再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可以别跑啊，当然如果也跑了，我也管不住。我把这个屏幕和声音交还给校长，谢谢各位，感恩。哇哦，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是不是应该热烈的举手对超哥表示感谢？可不是一个半小时，可不是一个小时，是整整2个小时，滔滔不绝。这真的是我校长没有骗大家吗？校长说这将是您听过的有关选择最精彩的嘉宾演讲，所以咱也非常荣幸，咱可以和所有的 TED 的这个嘉宾一样啊，领略到我认为呢这种最高水准的有关选择。所以这个亲爱的小伙伴们，我看到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呢会请超哥给大伙会留下来回答一下问题。但我们另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好消息会告诉大家，你一定没有听够超哥的课。OK，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8月1号星期六的，就是这即将到来的星期六的下午4点半，我们的超哥会讲他自己讲的最最精彩的他的拿手好戏。这个2点半啊，是讲什么呢？超哥会给大伙儿来讲企业品牌、个人品牌。这个因为呢，我觉得呢，这个选择是我们一种心灵深处的一种打动。选择呢，会给我们提供呢很多这种情感呢，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精神层面的提高。然后，但是实实在在的提高在哪里呢？我们要打造出我们自己的个人 IP。这也是超哥呢他本人是最最最这个擅长的部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进入到超哥的这个个人品牌群里，才能够跟超哥进行互动呢？亲爱的小伙伴们，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已经在共学营的1、2、3、4、5、6、7已经在我们7个群里的小伙伴们，那您现在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共学营，我们的共学营的负责人，我们的亮亮。将给大家呢，把超哥的群叫超哥群，然后呢，这个给大家呢，直接在共学营里边发出来。如果您还不是我们共学营的小伙伴们，那就请您拿起手机来扫一下我们上面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现在屏幕一共是有2个二维码。那我们呢，上面的二维码呢，就是我们亮亮小助手，然后大家回复维多利亚，他又把您呢拉到我们共学营里来，然后呢，大伙在那里边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8月1号个人品牌公益讲座的。这个群，然后在那里边呢，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的 Zoom 直播号，然后在那里边呢，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超哥进行互动。所以呢，亲爱的小伙伴们，再一次强调一下，我们如果跟超哥想，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会说，哦，天哪，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自己特别特别想跟着他往前走的一个人，我也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认为应该成为我良师益友的这样一个人。好的，如果您想跟超哥成为良师益友，如果您想成为像超哥这样的人，如果您自己希望能够自我提升的话，那请您拿起手机来，然后呢扫一下我们上面的二维码，然后回复维多利亚，进到我们的共学营1、2、3、4、5、6、7，然后呢我们的二维码，超哥群的二维码将在我们的共学营群里边给大家发布，大伙可以扫码入群，聆听8月1号周六下午2点半超哥有关企业品牌、个人品牌的这个公益讲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第一，超哥呢将开出加拿大呢，他已经开出来第一个个人品牌课程，也是第一个企业品牌的课程。另外，我们现在有一种最新最新的，超哥将陪伴大家1年的，叫做个人品牌俱乐部。啊，在这个俱乐部里呢，这个超哥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超哥包括他邀请到来自中国的、美国的、加拿大的各种大咖大神们，然后呢，已经就位等待大家加入我们的个人品牌俱乐部。这个校长也是个人品牌俱乐部啊，非常活跃的一员。为什么呢？我已经深深的尝到了个人品牌带给我自己个人以及呢维多利亚的变化。我要告诉大家的一句话就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自信过。自从超哥帮我打造我的个人品牌之后，那我也希望呢，这份美好的感觉，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拥有。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晚上的日签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哪怕它很苦。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怀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我们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痛苦的或者说磨练的生活，好吧？这个感谢超哥啊，我每次听超哥的讲座，我都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很幸运，怎么会有口才这么好的人来给我们讲品牌？超哥是在讲品牌当中最会说相声的，在说相声当中最会讲品牌的，大伙同意对吧？应该这样来讲啊，这个所以呢，今天晚上大伙又领略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感到心灵上的一种满足。那亲爱的小伙伴们，那我们怎么弄？超哥会给大伙再回答两个问题呢？还是超哥让大伙到群里来跟您继续互动？你看一下，我看到大家，哇哦，这个。啊，谢谢各位哈，谢谢校长。那个，我觉得可以在群，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大家进到群里来，对对对，进到群里面吧，好不好？然后我也在群里面，小伙伴们，对，我也在群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加我微信，好不好？对，希望大家能尽快进群啊。十点钟，超哥会在群里回答半个小时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最后再一次请大家拿起手机来，我们可以扫上面的亮亮小助手，回复维多利亚，进到我们的共学营12345567。如果您已经在共学营任何一个群，您就不需要啊，就是说您就直接回到自己的营里来，直接扫二维码，然后呢就直接和超哥我们在群里见。亲爱的小伙伴们，大伙都知道啊，不管多么厉害的人，他呢都是希望获得这种认可，然后呢尤其像超哥这样的帅哥特别喜欢鲜花，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如果咱认为呢超哥喜欢这个今天晚上讲的非常精彩，请准备好我们的鲜花，不要吝啬我们的掌声，让我们在群里用鲜花用掌声来迎接超哥的到来。好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感谢大家的聆听，那我们在疫情之下呢再一次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晚上。那明天晚上8点将是我们的投资营，那我们直接干净利索告诉大伙怎么赚钱。现在呢股市呢处在一种焦灼状态，那我们呢应该怎样把握一个正确的交易时机，继续让我们赚钱。所以明天晚上8点啊，这个美女主持人啊，我们的这个资深美女校长继续和大家在共学营里见面。我们的叫做疫情当下，一起看得到远方，共学共进，拥抱未来。感谢大家的感谢。那我们呢这个我们的音乐即将响起，亲爱的小伙伴们再一次要跟大伙道晚安了，非常非常高兴能够见到大家，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代能够和大家呢能够有机会走在一起。请大家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光芒有两种，一种是太阳的光芒，一种是我们努力奋进的样子，好吧？亲爱的小伙伴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成自己梦想中的那个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最好的别人学习，成为最好的自己。好的，谢谢，感谢啊，那我们